其实一人前面来打。两个人围着他，对，够，让他把它删掉。果然，我那么高超的偷拍手都被抓住了。其实你也不是很高超，也不是高超。开始的时候你很谨慎的，对，我觉得你嗨了，嗨了，觉得很自然了，对，很应该有信心了，想不到老普京的更精彩。我都胆儿大到这保安身后的拍，不过你妈这下，我说在他身后他应该感觉不到，反正没声。笑死我！对，呀，猛一回头，还在找你了，找我，我们就说哎，罗老师在哪？然后何建明来说被抓了，被帮警察给围住了。他们夸先来俩，夸又来俩，夸外围又俩，三个，就是要三成人来了。我电话还没打过去，我说你先去，您先去，我在后面先打个电话，让他们放人。走过去你都已经 OK 了。您的电话一过去，他没有，我的电话肯定没过去的。是吗？对，过去还没到，你就已经解围了，你就用你的方法给解决了。厉害啊！啊，对，再给我打什么方法？我说我是江小姐的客人。没有，他绝对不是说了，真正说了。我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老板吗？绝对不是这样说的。真的，江阳小姐。三个版本。他愣了，他不认识啊，不认识。马上扣起来讲英文的。不认识，那也不行。英文名我一下想不起来。我记英文名字很能力很差，我就是江小姐，江阳江。他说不认识。我说不是，我说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别着急，我说你别着急啊，没放心，啥事儿也没有，给他打。我突然没有他的电话，对，我突然脑子一想，哦，我有那个何建明的电话，找了半天，找着，因为何建明过来了。我说了你继续打，我说继续打，假装我知道你打给我看。我那跟保安说，我说我在打电话，一不小心可能碰戳见了，他说不是，你在拍照。不认识。对，他说你在拍照，然后我就怕他说，你把你的拍照叫我看看，我还没等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做别的了。最后我一看，他们都有点要散开了，我就紧握着这个警察手，谢谢，我就走了。太混了。那没办法，我有江小姐在后边撑腰，我这不怕。我也没偷钱，偷钱，江小姐都能给我平了。偷钱也没关系，没个事儿。最怕的是偷牌。对呀，最怕是偷牌是吧？筹码，偷筹码比偷钱重严重是吧？对呀。吓死！没事，江老板在后头，我怕他们。那照片是不能删。对呀。照片，我要画画呢。因为画画其实哪儿都好，哪儿都能画，比较起来一定会有一个更适合我画的地方，那就是凯旋门。好嘞，这名字听得好。那凯旋。十四，要不要？有张，要一张。你哇，太破了，你还得要。刘老师，你看一下那个。哦，非常好，非常好。哦，还得要，你还没到，你这人你得过十六。过了，咱们歘，他的钱，咱多少钱都给人家。他给锁上了，我操！你好，开心。没事，你先站起来。对，你就这样。对。对，尽量往那边挪。
远一点啊，对，放那边。三。你看我搞我。你呢？我怎么？我也跟着。哎呀，跟着。黑老板，这衣服挺华丽，你们俩这衣服都挺好。都挺好，这两件衣服。不乱不乱，特好。因为画画和照片不一样，画完了有时候你都不认识画的是谁。画画嘛，就你们也画过，看过画，画的东西跟照片完全不一样。这是他的意思，你换上这个比较好。嗯，好。Hello， 哎，你好，我看看他的衣服。这个刘晓东老师就是我们这次项目的画家。你好，幸会幸会，谢谢你来帮忙。那换衣服了吗？你看到哪个找一个餐厅？衣服它只有一个，每个人都派一点吧。对，多派点。平时舍不得拿的大钱往上拿，一人来一摞。这大钱平时舍不得玩吗？舍得玩吗？我的妈，一万呢！一万，一人发他2万，一人发5万，一人发5万，一人发5万，俾啲散嘅佢咯，俾啲散纸佢，大佬。好，跟住就放猪肉锅咯，系啦。他通常每天最常见的那个派牌的同事就是这么坐着，然后买定了。庄，这个是庄家，这个是 player， 就是玩，就是客人，玩的人，玩的人。什么时候给他们发牌？要看他们买什么。比如说这一局，你买庄定买闲呢？买闲。来了，攞翻3点，3点，好，可以再要牌。平得意，咁啊。12点那是。买系2点。12点呢，10不算的。啊。就2点。这个巴卡拉，这个百家乐呢，9点赢，哦，9点最高，只算单数。好，那么现在这个是3，啊不，这个是2，这个是0，必须要牌，哦，明白吗？好，必须要牌，再要一个牌。好了，要给他看，好了，8点，他肯定赢了，除非他是追到一个，现在是2，除非再拿一个7。对不对？2+7就9点赢了。这怎么是？这算二？7+5是12。12啊，过了就不用了，十就不要了，就要个2。好，追牌，你发一个。爆了啊！可以。9-2-11。9-2-11。然后你呢？你不抓牌？我不用了。哦，他们两个。他们两个玩呢。哦。你可以买庄，可以买闲，随便你买。对。你们俩会玩吗？他不懂，他懂。下班别去赌钱了哈。嗱，左同学，不如你买下好唔好？我来玩一个，我来买一个。要是买庄，好，那你买庄呢？你看不看牌？那他肯定看呢，因为他那么多钱。请坐。请坐。首先你要坐下。我就喜欢站着玩。大客人随便他。我一输了扭输就那，对，就这样。然后庄好派了。也可以压两个是吧？这可以，可以小压一下是吧？开左手，对，开了牌，开了牌了，哦，开了。他刚才就是那个动作就买定了，买定离手，不能再加了啊！这是你自己的，放在这里。对。零了又，你了，20，好了，这是他的，他的，肯定赢了，就等于零啊，是啊，没有的，啊，你看，你以为他肯定赢，他也是零啊，继续追牌，把牌了，很好，你那个是我 banker， 是他，是他 player 是他，永远是先给他的，他才一呀。你赢了，你随便拿一个都赢了，千万不要拿一个10的就好了。拿个10还可以拿呀？没有了，完了。再拿个10不行了？不行了。2，你看这个牌连2点都可以赢1点的。来了 ，model， 这两个颜色行吗？好看好看。黑色。就这个非常好看。现在来。非常好。那好。你们会玩吗？不会。幸亏不会。这就等于给我10000。来，哎，等一下，等一下，10000。嗯，对。哦，这就这样，不错，开门红。是啊。上瘾了。太棒了。可以。走，对。这左手打开一个牌牌了。对呀。
怎么待着自然一点，别太累，手放下。对，还是摁着那儿。对对对，可以。哎，放松。你还那么坐着，对，坐椅背上好极了。对，你玩手机，你不用看牌。对对对，你玩手机，你最放松。他这个最好啊。对，有人玩牌，有人看热闹。他们甚至都可以走了，叫他们早点休息，别感觉第一天很累。他愿意看就看一会儿，他们不愿意看就可以回去，他们愿意走也可以走。现在可以。对，你现在可以。他今天到这里结束，你先换一下，以后我再把那个他再算那个工资给你，好吧？谢谢。你们先去换一下衣服，然后再到这里，他把那个工资结算给你。哦，好的，好的。
今日換自己衣服，自己衣服，嗯，你點啊？他们家是外星人，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一个外星人，有两个。这女孩的手得转回去，少画一只手就省出两个小时。你看，肩一个歪这样，然后到都收到腰那儿细，然后下边展开，这他俩这整个形成一个女性的体型，他一支出一个手。这边再支出一个就不好看，构图也不完全为了省俩小时。我觉得就很现实的这样，对，这样就不能放手在赌桌上的，没错，那个小老头要把他手砍掉的。不能放手在赌桌上，你不能这样放，你没赌钱呢，对，就不是在那里跟站着，那你不是摆 pose 啊。拜拜，辛苦辛苦。哎，是是是，早一点来就好了。收工，收工。呀，回来有没有用？擦鼻子。哎呦，那太秀气了！我在那太秀气了，你这个不行。你就找点，明天找点报纸，我带了够了。报纸我们有，再有啊。报纸拆成这样，小心。减少了200%，还剩那么多。何止20%？老师还得画上去，最贵就是镜头。对呀、啊，我们整个赌场最贵就是镜头。我肯定要画。平均价格50000块钱一个。真的。还是那个 zoom， 赌场的镜头是最多。这一层已经是少了以前的一个规格，现在你下面再看，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加 double。如果你们有留意的话，现在你到赌场举头上去看。都是黑的，离谱的多，离谱的多。这块现在就有把握了，心情踏实了。今天这样速度算快，对。正常吧。
要如实话，那监视器不能出。你知道他出什么？看没有。他放监视器时，哇，每个精亮，当当当当当。其他的就就看不见，这个人肉就是挑着看。这不是张爱玲，张爱玲拍完了，你可能都忘了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什么摄像头，你眼睛你会说起这个东西。那画画是画心理，那心理你想要的东西，其他的。如果心里没有手要，这个画没法画，因为我经常遇到很多场面是没法画，非常无聊，画出来简直我的天哪，怎么画呀？我都不知道，这是那个比较决定性的画手，第一要的因素，其他都其他并不都好。上面那个骰子不收起来没事啊？不，没事，完全没事，没有人敢碰的。没人拿下来就是没有没有，失效了，那是失效。好，不怕不怕。好，那明天早点休息。好，明天见，明天见。休息休息，拜拜啦，拜拜，明天见。Thank you.
歇会儿。很动人的孩子，非常善良，是，憨厚善良。其实他们也很苦的哦，来这一边语言不通，他们就自成了自己的圈子，有两点一线，工作宿舍，工作宿舍。嗯，我们家用的去，比如说老板娘用的保镖呢，都是尼泊尔的，我们会挑他们出来。那么他们呢，就是怎么样呢？保安就宿舍跟着他们，然后健身，其他的时间他们必须健身，这是他们的规定来的。哦，原来是这样。这样的，真的。这个可以信任，可以作为贴身保镖的，真的。提拔。趁着年轻，提拔当副队长。副队长吗？贴身保镖副队长。这个年龄可以。他是赌场的保镖，他并不是我们贴身的保镖。贴身的保镖还是要训练的。嗯，还有另外的一些一系列的训练。嗯，另外有层次。所以呢，保安公司在澳门的赌场里面呢，那个特区政府也规定不许用国内的。嗯，尽管不许用国内，不许。因为国内赌客多复杂。对，可以勾结的话。语言通，还有你的语言通，语言一通就很麻烦。对，我拍了，我就等一下去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就拍一些，要马上的。我怕他们关门。对啊，是不是都很早关门？六点之类？对对，那先去好。只有这种，只有这种。那也买两只。好。三只加两只。好。可以。先拿着吧。好，结束，就这样。整不动，还得明天还有三个人呢。
너희 응당 대학민이 어두운 분이 이슈가지는 거라는 뒤에 아이선 우다고 자인 문어 박인이 찬지 엄미로 보니 러워러워 50% 감시 디세겠어 토리 박이서 어리 다고 자인 아저 보리로 보시고 시빈제 감시 잠깐 기어 드셔. 맛있어. 예, 간편 보이세요? 아. 예. 기어 드시 소리. 더선 기어 드셔. 기어 드셔. 아무 배요? 뭐들? 예, 버시라서 먹거를 아이런 놈이 되게 걸어. 어디 가라 하고 가는 거다, 듀티미. 아, 어르소, 뒷다차. 아. 너 혼자 일렉션 빠지고 온 거죠, 이놈아? 오케이, 바이라. 바이바이. 所以它可能是干掉，干掉了。对，因为刚挤都挤不出来。哦，这个是就是小杰，这是小杰拿过来，这牌子应该是挺好的。对，对，小杰说这质量很好，但我觉得它可能放久。放久。对，谁说澳门有真美甲物呢？我带的班还有多少？还有一整只，一整只新的。对。对，因为现在不够用。如果你最快快递过来的话，多久可以到？王老板说他待会就快递出来，然后后天可以到。哦，对，后天几号？后天是八号。哦，对，八号、八号还有三日吧？三十号。这澳门的颜色太他妈就是，你们澳，你们的马口，你们澳，你们马口，颜料怎么是？什么都没有。怎么搞的？不搞艺术。不搞澳门，不搞艺术，澳门不搞艺术。哎，我的天哪！在想可能是颜料不能寄出境、嗯、就是澳门香港的，但我住还没有寄出境，那不然你说代收，代收就是他住还有一个转运站，他转运到澳门来，他在住还收了然后转运到澳门来的、哦、那看看珠海，但可能慢一点，就比我去对看看珠海有没有一个点，对有一个点可以收，我先问一下，好问一下啊。
行行行，那天一来我就来灵感了，来就来，把他画衣服画出来，把衣服画出来。您来之前我画的太紧张了，你看我现在把这个男的大花衣服画的就更花了，刺激了我，刺激了，刺激了。这模特找的太好了，特好，特像，很专注，老太太。对，那尼泊尔那个小伙子，我就说给你当试人保镖了，很忠诚的，那人很忠诚的。这个是在尼泊尔的，我们过来了，我们像那个保安公司的。更大一只，你要不要去早上游泳啊？没时间，我早晨9:30起床，10:30到11:00开始画，起床就吃早饭，洗个澡，11:00画到1:00，吃饭，3:00再画，我得睡一会儿，太累了。我要睡。3:00。再画，画到6:307:00，吃完晚饭9:00再画，画到11:00，每天都这样。我上哪儿去游泳？上哪去游泳？就我以为你早上起来就在这里游，不可能，我们这里一分钟都没有。运动一下你就精神一点了。我连做下蹲的动作时间都没有。下蹲啊，对。如果他后天到不了，如果万一到不了的话，你觉得明天去香港坐船过去吗？就什么船，你要哪里买，你买了我就帮你寄过来。有香港有美术社的，我们跑一趟就行了。买什么？买这些东西。坐船过去，坐船过去一个钟头就到了。我明天你要不要？我呢？你自己去啊。我去，或是 Candy 去都可以啊。谁啊？你 Candy 就那个女孩去，她拿澳门身份证会安全一点，过证。她是澳门身份证啊。我台湾身份证。没问题的。哎呦，可以。台湾你要不要下车？一定要，那你去吧。另外一个是就是那个两个，因为我明天呢就10:30开完会，11:00我要回去。您不用，对啊，都不麻烦我们。没有，我怎么我是不是你？他的意思是，我要坐上他的，坐上他的顺风车就过去买。哦，那你就坐船那么麻烦，你是澳门的。哎呀，你就我怕你要下车。那他就坐他车去看。对，很方便，一个小时。照片。跟你去，你不是买这个吗？对啊，买了有。你买完了以后再坐船回来咯。就是我要是不回来呢，你就坐船回来。明白了。再没有的话，你就去坐金。就搭一个顺风车去。坐金巴回来可以。嗯。可以的。他们澳门坐金巴很方便。有点好，解决了。啊，我们照张相。好啊，好啊。对呀，这有模特，有人，你就是。来，那坐下。我跟你小赵。我跟你拍一张，来来，你站那儿，一二三，那还要这样，对的，酷，一二三，再对上一个，我不能，我不能拍这个，我看一看，这多棒，这是像画中人，有点分不清了。这样的，他要把我们给裁掉，那就是我像，你可以再拍一个，你像我像油画一样那么难看，是吧？没有啊，都挺好的，神情都真的出来了，你看他，你看这个，我得抓紧画，我抓紧，你来，我这个每分钟都不敢耽误。来，sorry，没事，我就是没法陪你们聊天了。好多人，好像在好热闹。你看我们这好像在很多人在街上，直接就赌场。那这个好一点了，对。哎，别走
没走过，没走，没走，没进的，没事，没事。吓死我了，没事，没事。所以你读么噶？平常啊，啲人话个样似桃妹，唔似读书。以前睇唔出你读么，我有朋友都读么噶咯。我发现都好多人去葡国读么。系啊，因为但系葡国嘅law嘅法律系澳门应该唔识用。用到。用到咩？因为咧，而家佢哋即系点讲咧？以前即系澳门咧，未殖民地嗰阵时咧，其实我哋仲有啲法令，仲系要遵守噶嘛。嗯。啊！我以為我歸咗咁耐，其實葡國即之前嗰啲法律應該唔再用啊嘛。原本係嘅，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咧啲民法典啦、啊、咩親屬法之類啲，仲係用緊以前舊嗰套嘅。比如咁樣講，當然啦，啲人就覺得啲嘢歸咗咁家係用，即係你中共自己玩翻噶啦。你仲用乜鬼以前葡國、英國誒留落嚟嗰啲歷史垃圾啊咁樣？但係。佢始終簽咗啲條約咧，你話要遵守就遵守。嗯，讀好難啊，覺得好難，讀到甩曬頭，好滄桑。我之前畢業個樣同而家個樣咧，係一年比一年憔悴。嗯。喂、欸，姑娘們好，辛苦辛苦，剛吃早飯、啊。哇，好辛苦。低一点头，稍低一点。对，漂亮，找个最漂亮的角度。休息。啊，这小体型真好，精彩，你见了特点吗？
拉面。拉面不是我们大陆那种拉面吗？啊，我叫厨房帮你弄的。就是那鸡蛋西红柿的手工面。知道了。那这个手工面呢，很老实说，也是从外面拿货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弄的。没事。然后鸡蛋西红柿。我知道，像外面的那个鸡蛋西红柿，那个汤面嘛，是吗？我操，这太舒服了！北方的面，那就缓冲了，太紧张，热汤下去，身体太紧张了。这做得太好了。是吗？特别好。你喜欢就好了，因为我们这里很少做这个菜，对，你做我用。专门给我做的。是。谢谢谢谢。我高铁裙系话得好短。你嗰條？因為我本身冇短，但未畫曬，未畫曬，因為佢仲有啲流蘇喺度。哦。不過佢畫到我鼻好州，杭州 feel， 好鬼啊個樣。即係咁樣睇，好似就係畫完啊嘛。係啊。但係佢話都要啲時間，需要啲時間。我想知呢條裙有咁短咩？差唔多。佢好似將我條裙加咗啲裝飾落去，即係感覺好似鑽石嗰一種，嗰種配色咁。多謝曬佢用波先至得白白出嚟。你條波畫畫咗啦。真係試一試，呢個係陰影，陰影好。
跟你这几天不停的画画，一闭眼就是这么用笔，那么用笔，这么用笔，我的妈，忙死了眼前，眼睛里头老在画画，特忙，就睡不着了，气死我！真正做梦就梦不到这个。我记得九零开始是有画画的是吧？你们不是跟我们九零年共画吧？应该不是吧？嗯。他们，我听他们说。画你们酒店员工。哦，就是你们跟他画的。就在那个二楼，那空的现在没人用的赌场里。那赌场没什么人。画以前好忘了以前啊。以前多少人？是啊，以前好忘了。那你说，现在为什么没人？疫情过后人都现在少了很多。哦，疫情过后就没恢复了。对呀、啊，没有以前人这么好赌。赌神，嗯，赌神没了。别去保啊，本来就不保。没有，我是昨天没睡好。照。眼，下眼睑都是绿色。睡不好的。没睡好。想住，发了一张牌，人生最关键的一张牌，就这一张牌，大家那么紧张干什么？